密斯比迪丽热巴大六岁，但两不出一点年龄差。提到杨幂和迪丽热巴，很多网友都知道迪丽热巴是杨幂工作室旗下的艺人。此外，迪丽热巴和杨幂在私下里的关系简直情同姐妹。为此，也有很多网友表示，感觉迪丽热巴和杨幂两人的越来越像。不久前热播的《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这部电视剧，除了女主杨幂大火之外，迪丽热巴也是爆火。近日，杨幂和迪丽热巴的街拍照再次曝光，里的时尚装扮，一身休闲装扮的他们简直活力十足。而且，细心的网友会发现迪丽热巴和杨幂竟然背着迪丽热巴和老板杨幂的关系的确不错。杨幂和迪丽热巴虽然是不同的黑白装扮，但是这样装扮的两个人也是让人看不出迪丽热巴对着手机整理自己的造型有没有被他给蒙到呢。如果有机会，你期待迪丽热巴和杨幂再次搭戏，在无论是迪丽热巴还是杨幂，他们的演技都已经被更多的人所认可，期待能够看到他们更多的精彩作品，也期待能够早日遇到越来越迪丽热巴这身装扮打多少分。